Hello，大家早上好！洗了把脸就准备出门了。今天要去美容院做脸，戴了个墨镜，防晒一下吧。今天把自己包裹得非常的严实。今天的阳光其实还蛮好的，也将近2个月都没去做脸了。前段时间 final 太忙了，所以今天刚好有时间，就想着说去做一下。我来的就是这家 Central 的 UT House。还有这个瑞法针系列的，好，这个是日本宙斯的家的梳子。天哪，你的美甲太好看了，我好想展示一下你的美甲。这边就是有好多日韩的产品。面膜墙。哦，我之前用过这个，我感觉还是挺好用的。皮肤会保护，就是因为这些保护，会越来越棒。圈起来的地方呢，它里面呢已经开始不牢了。真的吗？对，怎么说呢？没有，千万要谨慎啊！其实里面的麦娜林层呢，我们是外表看不到的，所以一定要用仪器带这一层。当你的水细胞越来越小的时候呢，你的外来它就很容易攻击到你的麦娜林。已经换好衣服了。做的facial的项目是海飞秀，就是主要是给我皮肤清洁一下鼻子上的黑头啊，还有白头什么的。然后它很温和，就非常的舒服。是海飞秀的仪器。这个是我第一个要用的清洁头。这里老长一些那种非常小的感觉像脂肪粒一样的东西。这个是第二个头，会带一点点酸，代谢一下老废角质。这个酸是针对敏感肌也是可以用的，是双层肌理。因为前面都是在做清洁的动作嘛，所以呢，现在呢就是在要把那个仪器先洗干净。就是清洁的步骤已经做完了，因为我之前清洁的时候，它的探头上是带酸的嘛，现在就是要把它洗干净之后做一个补水。感觉它这个面膜精华还蛮多的。这个哦，有看到，这里面都是我的白，用仪器吸出来的脏东西。我现在已经结束了，也给我涂了防晒和乳液，一下子感觉皮肤就是非常的透亮了，没有那么暗沉了，和之前对比。像我这种角质层很薄的干敏皮，全程也是那种非常舒服，就很享受，完全不会有什么痛感。我们来试香精这一家。超级无敌丰盛蛋卷。